你要干嘛呢？你坐在这。飞机，欣莹，这是飞机。你把飞机给弟弟玩啊。嗯。嗯。哎。哇，真乖，嗯。你看你光明不让不放，谁给放？又去抢了你要啊？等等，你去问姐姐要，你说可以。你说借给我玩玩。嗯，行，你把飞机给弟弟玩。你看不了，你小巴子，巴子。你把飞机给弟弟玩呢？啊啊！弟弟用小牛跟你换了是吗？手手得小心啊！你这个手手哦，不能抓到姐姐。你看那些女孩，老实多了。她就哎呀，她太那个什么，那个费力这个样是费力啊。费力，看这。这样子省心机。哎，你刚刚一打招呼了是吗 ？Hello，Hello。欣莹，你跟弟弟招个手呢。他有时候那天我们到饭店去吃饭啊，他看见一个老奶奶，他跟人家这样招手啊，太可爱了。你又看见什么了？